快点，阿阳，磨磨蹭蹭的一天。来了来了，你这一到有宝藏的地方，跑得比我还快。不然呢？要是跑慢点，宝藏岂不是又要被你独吞了？我是这种人吗？哎，话说，你这猪脑子最近转得有点快呀。你这人几斤几两，我还不清楚啊。没有没有，不敢不敢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上面有好多符文呢，我看看啊，这写的是……你看得懂吗？还在这装懂，我都不想揭穿你。别叫了别叫了，你行你上啊。告辞。说来也奇怪啊，这么大个城堡里面居然没有守卫。哎，这边有个门，哇，一点就全都消失了。在哪呢？让我看看。我看看那边有没有门。这边没有。哎，对面怎么还有门呢？这样的话就有三扇门了。你等等我呀，自己跑得那么快。我这不是在等你的吗？快点，小短腿。哎呀，你再说。快点，跟我到这楼梯上去看看，说不定藏着什么宝贝呢。你就知道宝贝，我真是服了。我去，这是什么呀？什么东西啊？好像是个大笼子，但是里面没有东西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没准只是你看不见，只要你一进去，它就会把你吃掉，然后把你从城堡上扔下去。然后我掉下去之后，下一个目标就是你了。你看，它在盯着你看呢。啊！阿阳竟敢吓唬老娘！哎，明明就是你先吓唬我的，好吧？结果自己被吓到了。我这就进去瞧瞧。哎呀，什么嘛，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啊。还说不害怕呢，都在喘着粗气了。我那是害怕吗？我那是挖笼子累的，又在这胡说。不过说来也奇怪了，怎么就没有东西呢？这么大个城堡什么都没有。啊，救命啊！哼，这家伙肯定又想骗我。哎，怎么没声了？小月。哈哈，笨蛋阿阳是被我骗了吧？我就知道你又想骗我，我这是过来看这门的，谁要过来看你啊？是是是，您说的是，就是胆小还嘴硬的不行。这个门挺有意思的嘛，弄一点回去玩玩。哎，不过这个门好硬啊，这么难挖。喂，警察叔叔吗？阿阳偷别人家的门了。对，就是这个暮色城堡。哎，你别报警啊，这反正也没人住，拿回家给你做个超炫酷门不好吗？那行，那快挖吧。你这样使唤我可不行，我跟你说，这个门它过会儿自己就会掉下来，你在这儿等着，把门拿上，听到没有？自己不会拿，要我给你拿，没手还是没脚啊？那你个傻蛋就自己在门那儿罚站吧，我去找宝藏喽。哎，不对，哎呀，你给我回来！这个笨猪也太好骗了吧！哼，你别跟我说话了，我不想再看到你了。那个，我知道个回去很快的方法。说，我们就从这儿跳下去，不就能快速回家了吗？也就只有你个猪脑子能想出这么蠢的回家办法了。你先跳，我跳就我跳，这还要骗你吗？